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主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嘛教主。主日的透早，和咱三个做伙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五节、十六节。妇人人假未被记住，伊食你的红衣啊，无人免伊所生的囡啊。耶稣若有被记住的，我却无被记住的。看我将你铭刻伫我的手掌，你的生源也常常伫我的目睭前。兄弟姐妹，这段圣经提醒着咱，伊。在我们的身躯边，这是一个好顶水的画面。老母相爱，怀胎十个月的囡仔出世了后，思思念念，疼伊，照顾伊，天父一疼，也伫这个中间，予咱看见讲，伊赢过着妇人人的疼。伊一直拢在咱的身躯边，咱是伊所疼的，甚至疼到将着伊家己的独生耶稣基督赏赐予咱。伊将着对着咱的计划甲前面的道路，也藏伫伊的眼前。圣经的里面提醒着咱，讲将邪环也藏伫眼前的意思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主日的头早，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来领受伊的慈爱甲恩典吧。互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，大声呼唤伊，成做咱的阿爸爸。即使伫咱困难中间，伫咱拄着挫折的时，咱相信伊的确无比个自然，因为伊对着咱的疼，的确要互咱有法度感受。咱相信伊伫带领着咱前面的道路。伊将伊的计划也藏伫咱的眼前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主日的透早，就予咱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，将一切的颂赞、阿乐来归予伊吧。阿头来祈祷，特别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着这段圣经，予阮体会着你对阮的疼。人一疼有限，但是你对阮的疼却是无限。感谢你，在我的话语中间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，让我们有机会跟对你，也愿意用着我们的一生要来迎接你。恳求主接纳我们兄弟姊妹在你面前同心的敬拜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十分祝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